你们知道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群在一瞬间消失的感受吗？我也要让你们尝尝一无所有的痛楚。猛犸象冰冻被灭绝，至于为什么会冰冻，至今仍然是个谜。这是一起针对种族的、目的性极强的攻击事件。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一定要把罪犯一网打尽。我就该一个人干，我还不想跟他做搭档。对手非常危险，抢着这个，不要掉以轻心。记住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东西？那么多生命消失，甚至是一个种族的灭绝，我们必须拯救他们，保护好这里。我们向你保证。你们居然这么不堪一击，该做个了断了。我要你们都尝尝冰冻和灭绝的滋味。那就跟他们拼了！冲啊，特工们！优秀。张大威，学习一下团队合作。不许碰我兄弟。为正义与友谊不可背叛。